Hello， 东东 ，Hello， 东东东，你好，我是假挂念捷豹林。前几天我在微信编过你，可是等不到你的回复，因为我在微信有小小的请求。哎，大家知道我叫东东是叫谁吗？你自己以前在 Facebook 讲，叫人家不要叫你达多了，叫你东东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叫你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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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到现在哦。我们没有见过面的哦，但是我们曾经在 Facebook 有编过，然后在那个微信有说过话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见过面。然后我今天呢，拍了一个短片，放在你沙尼哥哥吹水站，希望会引起你的关注。然后可能你没有回信的原因是你很忙碌，你现在听说应该在台湾玩吧，可能玩到很好玩，因此没有留意到我在微信找你，继续玩得开心一点哦。然后回来的时候记得查一查微信加挂念 LBS，有编过你小小的请求，希望你会留意到我，有空微信回信给我，谢谢啊，旅途愉快。